啊，这是我们准备了好多东西，这个物资我们拉到我们去钓鱼的地方。啊，电都带来了，好多东西啊，这是我们昆明的小老兵亮蛋。老司机，永远就是个亮蛋，认识他，认识他。对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的怪鱼钓手梁伟尧，这次我又回到了这个巴布亚省，印尼的巴布亚省查亚普拉这边，往东部，往西部的地方去，寻找当地的传说的壁炉啊，巴布亚黑炉啊。你看，一个小伙子都睡着了，睡着了。他们把午饭都准备好了。慢看，你看一下你是什么东西？给观众看嘛。汉堡和炸鸡，不错不错。爸爸，是你不要帮忙？不说。Tapi tak pernah serang orang ya. Tidak pernah ganggu. Okey, yeah. Bagus. Tidak ganggu ya. Dia takut ganggu. Dia tak puas. Okey. Pinang. Tak ada. 就是当地人特别喜欢的，来到最后一个村落了。跟当地居民打个招呼啊，然后得到他们的允许，我们再进入河里面去钓鱼啊。大家很高兴啊，买的这个槟榔礼物送给他们，这个就是槟榔果，这个一种野化的那个啊，那个石灰粉啊。对，嘎布。嘎布的脚，来嚼。他说，只是吃那个呢，它就不会红的。它要蘸这个花生那个化学作用，它就还变成红色的。你可以试的，我试过。为什么不敢？没事，可以试。我怕吐血。试一试吧，无害的。你是咬一口一点点就好了吧？这个吗？对啊，你是掰一点，然后掰一点，掺这个啊，加白一点，咬，这怎么看？咬开，啊咬，不是咬旁边，什么味道？啊，咬色啊。对，咬一点，然后蘸一点。OK， 一点嚼，是这个一起嚼，一起嚼。来了，那个辣腥味，对不对？又涩又辣。终于来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这里是我们要钓的一条河。可以吧？就在路海口。